个那个鸡要会现在给那个鸡杀喝了吧？咋了？就是要会卖快卖完了，叫他杀喝了。啥子叫会喝的？大家好，我是赵姐。今天俺要回去接着给俺这个鸡，有啥可能把它就要会喝了，快满月了就要生个鸡。那鸡小姐你不乖，你去养年一道菜，要老头子杀了吧。皮可肥了，你看这些油。嗯，我没这油啊。嗯。哎。呀，这是啥买卖？哇，这是啥东西？你看，这是个肉，这是。这个不是肉，这个就是啥东西？这是啥买卖？你看看。鸡的屁股里面长的。你看这是啥买卖？就这个屁股跟前那一捋，这是啥买卖？现在是要扒出来的。嗯。那这吃的啥？那不是，这不是吃的啥？吃的啥在素子里头？这吃啥？这啥玩意儿？是枪的呢？咦，你的圆洞的哈？嗯。这啥？那咋？谁知道今天这鸡里都长的啥这玩意儿？我也不知道。这鸡包啊。鸡包。那长不长？就他这个鸡喂了四年了。他还吃的嘛呀？这成年一喂的，俺家这个肉让你捏捏哈。那这不都是啥？他把扔了吧。朋友们见过这是什么吗？这没啥用，扔的吗？啊，扔的，没啥用。朋友们有见过的吧？这鸡里头的。在那个屁股跟前，啊一犁，我把肠子犁出来啥没有？这犁出来一个这，三个。在肠子里头了。不是在屁股跟前，肠子犁出来啥没有？屁股里抠出来的。嗯。这玩意到底是个啥？能吃呗？看看这到底啥买卖能吃呗，朋友们，没毒呗？啊，一捏肉豆的，看的是一块肉似的。就这三个，带个这个包里就包的嘞，哼，这个包里头。